好，我重新串流了，把重新记录了，然后这个改成，付费不是付费啦，版权盈利启动，然后重新整理。我们人设还好，你人设哪里好啊？那你自己画不画？不画，不广告，不广告。我是不是没有这个啊？新增 O W O O W 定完成。嘞。没有，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我玩这个的心得。哦，我觉得对这个 skin 还好啊，电力游戏。等一下哦，淡点地，淡林花村，全部，哎，哦，花村好了，花村，剩什么？我的人物好低哦，这个，跑掉了，白痴哦。好，拜拜，这个。在练这个，在练什么嘞？就比如说我们正常跳嘛，能跳这个梁这边而已。正常跳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是你看可以跳那么高，然后他顺利的话是可以掉到二楼去，那这么高。那是这个。哎、欸，失败！就这个，本来要玩魔物啦，所以只是先炫耀一下。没有，又失败了。我想说，既然都喜欢玩仓鼠，就把仓鼠一些小技巧练起来。然后这样子也比较有面子。上不去。好啦，内容离开对战。哦，后面是。啊，然后这个也要关了，不然我不动。这个脸。另存新档存过了哦，啊，存，哎，档，好了，观众要跑光了。最近是想，不知道哎、欸，我还是。很怕打积分这个问题，打赛季，就我刚讲的、啊，游戏打太认真，打赛季会觉得我那时候还打赛季打到心悸太严重，
也在玩多冒险啊。哦，鬼龟。嗯，好了。没差，没又没关系。反正礼拜四也不会想开台啊，就只是我看我现在钱都已经花到低于那个嘞，搜寻好友，因为本来没有要玩那个啊，没有要开台，主要就是已经习惯，开始习惯是每天开台嘛，啊，反正礼拜四。礼拜四跟礼拜六日都是轻松先聊天的嘛。啊，平时一二三五日都是有团的啊。你娘，你怎么在这里？哎呀，人满，刚好都到。哦，烦呢，他们听不到声音，我要调一下。你们家秀秀开外挂开到游戏坏掉了，你看不要开外挂、啊。抓到啦外挂。武装。我的游戏打不开了。你开外挂、啊。开外挂、啊。哎、欸，江江，你帮他翻译呢？第一句是什么？好不好？他说什么 ？Number check fail。Build number。应该是什么？你遗失了什么？Check failed in go wrong version of MHW detective loader needs to be upload. 他说 loader need to be upload 啦，你的 loader 的版本太低了啦。哦，对应的版本跟那个你的模组删掉，对应版本不一样。你的模组删掉嘞 ，mod 我删了，你不行。哇！你在抽阿里造型啊！你活该！哎、欸，你怎么知道？干，你就po文po那么明显，你把我删掉啊，我就看不到啦、啊。如何？我秀秀没？哦，差点被他骗去抽第二次啊！好险啊！我弟弟很好，我花了860。我花。还好吧，我的海克斯波比抽了10000多块钱呢、欸。靠腰，你也是盘呢、欸？不是，就只为了那造型，我抽不到那个紫色水晶，我快气死了。那鱼竿才氪第一单而已，就抽了三个水晶。那个水晶很好拿，毒心游戏啊！毒心游戏啊！那毒心游戏、啊。你抽了10000块，平均每一抽才一颗哎、欸，每一单才一颗哎、欸。你验证的怎样？他还在跑，我就要去验证档案完整性啊，看能不能把档案的不要的东西验掉、啊。嗯。哼。那不玩魔物啊？对啊。秀秀冲进来说缺一吗？结果自己没有玩。啊。没有啊，他抽到那个造型之后就没上过魔物了、啊。对啊，我想说他会一阵子不会上，结果真的是有一阵子了，要有三天吧。没有，那个时候我去考试。骗人。我8月1号、2号考试。8月1号、2号是你抽到阿里斯金的造那个吗？你是第一人吗？不是。对啊。我是说你抽到造型之后呢、啊？我是说抽到造型之后，来比输出比输出，来来来来来，啊，你不能上哦 ，sorry， 你不能上。哦哟，他
干嘛？你是不是很不想玩啊？打不开，真打不开。你只好去找阿里陪你啊，拜拜。对啊。那我说阿里后面，没有没有人想听，知道吗？哪个游戏？哪个游戏？为什么会觉得他坑？因为你抽阿里，然后他，你如果要他的炫彩，你只能买他给你的组合包，那个3000多块那个。这就是阴谋啊！哪会坑？帮他赚什么？可是人家韩服用买的就有，你去玩韩服啊！我不要。那你的炫彩不是可以用那个代币换吗？你抽那么多。还听不出来这就是台服的手段吗？这是鬼岛。不是 你抽那么多了，那个可以用代币换不是吗？你去换代币，那个用代币换就好了。我只换了一个啊，因为剩下的要用买的。哦，你说其他的炫彩哦？对。哦，你也很盘欸。他很盘啊。那就买了。我哪有，我这个人最节俭的。哇，真的感谢。哇，完了，盘子接任务了没？盘子要打啥？啊，不是江江接吗？他等级最低，等级低的负责接。我去更新一下东西。我想说秀秀要打我，什么时候也比他低了，他就进不来啊，不是很想跟我们玩。秀秀还不接，我可以接嘞。对啊，对齁。我来看看，打开赛亚人。 Let me see。 问啊，让你问。请问金狮子可以啊？养吗？没有啦，普通的没有。哦哦哦，现在没有。基养只有自由，没有调查。哦哦哦哦。阿奎，一桩伤害小工具，不透明度。哒哒哒哒哒，存啊，动图七。お疲れ様です。哒哒哒哒哒哒哒。直播到几点哦？看江江什么时候想睡觉吧。现在。骗人。都骗。边骑车边睡。干，你很屌欸，不愧是三宝欸。至少到十点吧。对，还有13小时，13分钟，小时也是可以啦。来来来，13小时，来来来。我觉得还好啊，我是没直播过。我也先睡啦，再见。动物森林我会开下去，也不知道干嘛。咪咪啊，你去里面播一播，然后就没了。你做了什么？它是什么种？兽龙？不是兽龙。压兽？你说我的猫吗？压兽哦，嗯，哦，对哦，你说特殊，难出。猫咪感觉也是压兽啊。妖兽。哎呦！呀，我要做一件大工程。你是说翻身之类的吗？不是，把你的猫从电脑桌搬下来。很可惜，它不是橘的。我让电风扇直吹我的电脑，让它热到爆炸。OK。 怪魔物声音这么小啊。
啊，知道为什么了？丢包，丢包。没有辣椒吗？干背后了，这里有。超四次转班，我想要辣椒啊！干，给我喝个乐饮！我操你妈！我干！我被人死了吗？我先让他去撞好了。哎呦，上啊冰！哎呦，冰翼龙，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忘记了。冬翼龙吧。啊哈。不好意思啊 ，guys， 我回去一下。你竟然吃不准这烂炮兵！妈的，吃不准！是捕获？没事。哎、欸，熊爪龙大金，应该都有了。有啊，讲一下而已，告知嘛，有告知的义务啊。有吗？我有啊。哦。不愧是赛亚人，背负的义务特别重、啊。嗯。好哦。干！哎呦，他竟然敲你！不起来啊？怎样？干！我起来了。我干！哦，原来他交在这。哎、欸，我说辣椒在这哦、喔，我刚以为说啊，原来他家在这哦、喔，就是，八千。我觉得我这块结界怪怪的。这不是补装啊，好吧，把补的道具，拿走。八八八八八，啊，有你们在，哎，在八，对不起，可不是我啊，那谁叫你要站他旁边？因为他说我可以坐他旁边，哎、欸，不是我没有大回复药，等一下真的有问题耶、欸。你回复药都没有哎、欸！我先回去，我先回去。为什么我一直被揍啊？健身房，对啊，今天有去健身房了，有点练过头了，现在手使不出力。完，刚刚是补妆，还有芝芝拜拜。我没粉了 guys。 嗯，打的哎，这把武器为什么啊？没事没事没事，哎呦碎了。哎、欸，哎、欸，这那么烂吗？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好奇怪哦，我拿的这是大锤吗？拿到狩猎笛啦。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刚刚有用啊！哎，哼，被撞啊！没石头啊，我铲一个。哎呀，来不及铲。干，我这是几输你耶！还不够胖啊！我在练啊，在练身体了。什么练？拿鸡排出来啊！拿鸡排出来，我要的是壮，不是胖。江江每天差不多、啊、每天都举鸡排50下来，啊，把我抓下来，是嚼鸡、啊、不是嚼鸡排50口、哦，嚼鸡排之前要先拿起来啊，他拿了50下來，哎呦，哎呦，你是说真的？我知道你说真的啊，所以我现在。我现在在休息啊，我没有在拼命练什么东西。双刃的外观？对。什么外观？趁钱啊。好了没？够了没？丢哪里？他丢哪里？他丢哪里？我骂他。是是是。我的腰。他爆炸了。我的妈！我配的那把是不是很废啊？他怎么现在才晕啊？他的心，哎呦！他的心。他的我觉得是因为我一直没靠到他的头吧。帅，一秒哦！我今天是有看到那个夏季风有在抛一个 KO 的，哎呀，说他配的比较好。我有去看了一下他其他的装，哎，他还蛮会配的。会发现他就是当时 TC 还没有名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快乐风男套装，然后他有配一个，然后很快乐啊，可是很痛啊，被打、欸，会被装备反噬。哈哈，哎，还是跳起来。哇，他这个冲击波躲不掉。Oh shit！ 哦，看你妈！
我看到凶爪龙在啊，在干嘛？他们路吗？哎、欸，我看到他、欸，没有，他在对面，他在对面，他在对面。对啊，我看一下他干嘛？对面哦，我看到他了。他在走山路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的队友。哎、欸，出人命了。只是看一下而已。哦，没有啦，他走另外一片，另外一条啦。另外一片。他走那个，他走海路，他走海路，他走海路。跑去看海路的，是不是？看海了，买啦！哎呦，好高！好远！啊，这个爆桶怎么回事？不是我放的。哎呦，扎到哎呦！啊，我晕了。啊，他跑了，他跑了。打好久，换个那个。我去补一下水。看到秀秀疯狂上上下下，哦，好冷，没有饮料，有没有要跳下去拿？想想上面好像有辣椒，再勾回来。我觉得这边有，啊，门口就有了。哎、欸，玉郎，哎呦，王爷，哦，揍他，揍他！他揍到你，揍的真好。他bait我啊！啊！怎么了？你好了没？我好了。完了。是不是外挂装太多了？对。你不是说你三光了？在骗。你是不是在说谎？放哎！妈，你只会说谎。外挂的档案，但是他的其他的东西我忘记删了。我想说，为什么删了啊？在骗。我没有骗，我忘记其他的东西。那就是骗嘛。那我就是不知道嘛。我都不知道。哦。我救不了你，找不到，我救不了你。我找不到你们。撞他可以撞，撞他。啊！哈哈哈。Thank you. 可以抓啦！真的哎！我被弄倒，我被弄倒。怎样？钢龙怎么了？钢龙？他在洗钢龙啊！钢龙听起来怪怪的。会吗？有没有在打啥呢？会看台哦。我没看，没看。我想说我在里面，我就没看的啊。你在问屁呀、啊？我到牛排店不吃牛排，在吃什么？鸡排、猪排。哇，重击回避。啊，对呢，要让秀秀接，我有问，可是秀秀任务又很烂啊！啊，防御体力，你什么问题？我的每周还有两个，我也有哎、欸，那两个？是不是跟我一样的那两个？对啊，那要不要现在解那两个？好啊，我看看秀秀有没有啊，吃他的金蛋。
我应该是有啦，我来接好了啦。不知道有金蛋呢、欸？是啊，他感觉没有啊。好吧，秀秀应该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是不是瘴气之谷啦？哦，好像不是。不是吧？是两只龙吧？两个龙种吧？我是瘴气鸟龙兽龙，我只差我只差瘴气。我也是只差瘴气了，不知道我是哪个。哇，尴尬，尴尬，尴尬。而且我的瘴气之骨的都是不能死的、欸，我也是正瘴气之骨的、欸。对啊，那我们讲的是同样那个吗？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指定地，我的都是一次力竭、啊。我有哎、欸，我有 C 套龙，三十分钟。C 套的哎，二、欸、十分钟。有 A B 套的吗？看。看看我没有。哇，够奸气魅技楼啦！魅技楼啊！哎，魅技楼啊，都是数个奖励的啊！数个奖励，数啊，没有五个的吗？我有啊，没有。那就可惜了，恭喜你当选了我们开任务的两次力竭，可以啦，死定了。啊, 啊！要打什么？四面金龙不是吗？不不啦，瘴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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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什么龙？瘴气的龙。气龙。瘴气龙。狮套狮套瘴气龙。就是、只会瘴气的那个龙啊。套瘴气龙。狮套瘴气龙。他瘴气的这么严重，你还看不出来吗？有吗？你是不是太久没玩游戏了？知道，来看看他落什么的。火啦！哦，哎，话都还没讲完，瘴气成这样子啊，当然怕火啊，我猜的啦。为什么？那你知道金火龙怕什么吗？火龙啊！金火龙怕水吧？金火龙怕火龙，人家都是金了。哦，你知道纸包不住火吗？什么意思？对不起，我也很想问同一句话。我不懂，我真的听不懂。我刚有点没 get 到，不好意思。所以哪一条龙是纸做的？嗯，金火龙啊。啊，是啊。金子。我是说金子，不是金子。好。猫的爆头金保险。你最好是给我吃哦。我不想理你啊！我吃了，我吃健康。干啊！哦，我接啦，没人要进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我还在压我的。啊，好了。为什么不能参加任务啊？你没一百等吗？玩到成绩，对不起。注意啊！我们赶快出发，我快受不了了，我血压很高了。来了。等一下，等一下，一还是一？走了。你是不是打过四套了吗？嗯。没有哦。没有。走了。那我就去十一喽。猪猫的后面交给你们了。针是什么？啊？猪。赤毒之针是什么？他讲什么？重弩。他在讲我的武器。你管人家的武器哦？很酷哎、欸！你说名字很酷哦？对呀、啊。想不想要一把？喜欢吗？想。喜欢的。他下巴。地图龙。那算了。那算了。你干嘛怕地图龙啊？阿碧，那你不是有你不是有玩那个狩猎笛，你就心色吹一吹，你就不怕壁毒龙了呢？真的假的？真的啊，跟他们打壁毒龙，我出马，壁毒龙跟垃圾一样哎。我看到他的。啊，这两个不帮我讲话。啊？我是什么树？阿外队友嘞，他在上面嘞，先站起来。阿外队友嘞，就队友，
对，我在对，我在舔足迹啊！等一下，在我这儿啊！跑了就跑了，我要被臭死了！救命！我看到他了，但我觉得我臭臭。但秀，你在哪里呀、啊？ Oh, 我在他这里，我被丢了。我怕走到他前面，他就想打我。嗯，他们要冲过去的意思吗？有啊，冲过去啊，冲过去！很有精神的冲上去。秀，你是不是没中那一张？对。不好意思啊，请各路伙伴。你等一下再汇100块给我。怎么了？各路伙伴怎么了？帮我软他。哦。你要软哪里？都想。到底。翅膀可能爽一点点。好。挑嘞。哎呦，好久没打了，这视角好不习惯。嗯，好了。哎 ，B， 后腿是不是需要软？哎，他软不到后腿。好了，腿。哦，不要不要！滚！你给我爬！对不起。往哪撞啊？屁股吗？就敲三下，有差。有差。可以。翻脸吗？我来。好。翻面。碗面。不会破坏哪里？看不出来。刚刚是尾巴。啊、尾巴。全身都破破的啊。啊，不是说看不出来。所以他全身都破了。他是不是有点高啊？确实有点高啊！我不知道他尾巴哎、欸，这里是斜的。嗯，外面捡石头。啊！我抽抽他就跑了。哎呀！抓他！抓的真好。他刚才发呆吗？有人来找我。他找不到人。在旁边追响中波。追响中波。两周波。我不补了，我不补了。你去死吧！你好好趴好，你好好趴好，你好好趴好。啊！别撞！
爆他，爆他，爆他！不要叫！饺子会笑，饺子会笑。嗯，我不要叫，饺子会笑。哦，婊子，我是比较哭啊。我听成饺子，我以为是黄金开口笑。你说我在哭吗？不是。好，那个那么油，你也会饿。没有，我是说饺子。哦。我没有看小当家，所以我哦没有感觉。那你可以去看新版的小当家。不要。什么？Listen to. 为什么？为什么？你是说他画风太亮，对不对？题材版就没有兴趣。食物哎，不当。你连十景之灵都看得下去了啊！我十景之灵没得看啊。哎呦！哦，被炸到脑袋。谢谢。哎、欸，白痴！我拿石头正常。哎，白痴！放那么小声什么？骂你白痴！你说我？哎呀，我忘记装助力器了啊！什么啊？我有装啊！哎哎哎，好晃！你不用管血量啊，打就对了啦。你只赢我而已啦，可以吗？真的？哎呦，不对啊，你是补赢，你没有用啊。我没有用，好哦。不是，我回去了，我回去了，我回去了。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补师，我在打输出，我会正常的。我没用，我没用。谁没用？我看清片子啊，没用。看，你伤害超低耶、欸！真的假的？那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打他所有被软过的地方了。直接来击杀他的装备。他怕火跟龙啊，对啊，我没讲错啊。这火啊！好、啊，没事。他拿那种装备最好会有伤害啊！哎、欸，你唱完了吧？太快了吧！很快啊！身为一个稽查员，要看得快。哎、欸，哦哦哦！哎、欸，魔哥找你要喷、欸、啊！我没事。看重装器啦！宋仲基，重装器啦！宋仲基他小，我说宋仲啊。送攻击！我中上去啦！嗯。啊！没子弹了！你要近战呢、啊？我不会拿这东西打近战。同意。同意也太废了。你没回家球，你就回家。还有48，在骗呐、啊！我忘记我有带药了。在骗呐、啊！我先回家。哎、欸，你真的越来越会说谎了哎、欸。我有带药。我带什么药？不是，我有带那个。你说没有子弹呢、欸？对，然后我做了。骗子，你为什么爱说谎？我没有，我不是。你是啊。我不是啊。你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对啊。他在哪里？下面。11号下来。你坐往这。哎呦，要去。呱呱呱呱呱！我会，
没事哎，好了。在左边嘞、啊，我在上面。哎、欸，被戏了！秀秀抓他！我啊？你不是很会抓吗？干！你那时候跟我讲说炎龙龙捕获任务是你讲的哎、欸，多好笑！我说我的捕获任务炎王龙哎、欸，啊！金钟的土拨鼠都跑出来了，没有啊？没有，误会。我后来知道他是古龙，我后来才发现的。原来是后来才发现、啊。他扒不了，他扒不了。哎哎哎！要是我逃跑。刚好没。嗯。哦。嗯，我这一巴掌巴死他。厉害。你扒了他嘴巴都脱臼了，好用力哦！哒哒哒哒！哎，他有厚道哎，他何止一个厚道？有两个没耐冲的，嗯，我有装吧？你有装，你会被砍到。你被边被砍边说，我有装。你在装，你在装。我觉得我没有装，这是我嘴里。你为什么爱说谎？太天兵了吧？我以为我没有装。哦，有一个痛击回避耶！哇，全部都是一等猪哎，两颗了。防风四叫完弓箭了。喂喂喂喂喂喂，嘿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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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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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俊哥哥，我痛击回避冲到、哦，对耶。安俊哥哥很认真的站在任务板前面一直按了，终于按到了。参卷哥哥，来了来了，想回月城，我想回星城，我要去跟那个。后父娘聊天，徒弟，那个，那个，调情，对，很久没看到他了。猫的天气预报，生命保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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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来吃黑椒饼干。马铃薯泥饼干。哦。后来发现香菜也不错，我说的是花泽香菜。对啊，差很多。又丢包了，又丢了。可是你被丢，我怎么没看到你？我在挖矿。有什么要说话的？然后把我丢到可以挖矿的地方，还有化石的地方，我就挖一挖了，顺手挖一下。哇，被臭死了！哎呦，臭臭，你看啊！对不起，我来了。我在哪里啊？这里。这是偏小只了，哎，好小、哦。好臭、哦！看得到的。我有开啊，可是它没有金啊。哦。哇，废物吗？屁！安俊哥哥，太久了吧？到了，到了，刚刚。好了。没有拿到装备。古老的化石，我来了。哇哇哇哇哇哇哇！沙小，等一下，不是，这啥了？这啥了？不是，刚大家血量怎么回事？对啊，这是窄口，窄口努努开大，哎，回来了。哎，我怎么看到位移？那边。太远了吧？一路冲回家。困喽！哦，白痴哦！
为什么要站在我面前？我想说，我知道为什么都没有伤害，我以为我按到关头弹了。所以，我这样有挡到吗？没有吧？没，后面几发没用。不是啊，打到玩家会穿过去吧？会啊，你在骗，你在骗，你在骗！来来，你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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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他。没有啊，他没有跳数字啊。来来，再次。来来来，不是他一直放这招？有啊，你飞过去了啊，在骗。为什么？你就是爱说谎。你为什么爱说谎？为什么他可以穿过去？那我平常为什么？你就是射不准啊，所以才找借口啊。你就是爱说谎。可是为什么你要挡在我前面？我还是不懂啊。我挡就要挡啊，怎样？不是，这样会看到你，我很难瞄准。我比你苗条哎。可是你在龙面前，你比龙还要近。哦，我也要，我也要说你比龙还要棒。这是龙，的确是没什么。没什么肉了。哦，我以为你要撞你。啊，我没有发现。啪！我看他累了，想软化而已。哦。没了。看。我知道你哦什么了。哎、欸，很爆、哦，我会转呢、欸。喷喷。好、哦、烫！哎，我掉到水里了。呜！秀秀先打阿轩，什么？啊，对对，比我还早。哒哒哒哒。啊。去哪里？好，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补不到秀秀。什么？看，补不到，哎，好爽。为什么？你站够远了，你站得太远了，好吗？我在龙旁边呢。他可以上了，你上啊！他不行了，他刚刚眼睛说话。上啊！到底你为什么要说话？没，他刚刚真的是你向上看的。你为什么又要说话？没有。
哥。放冷箭。要你都肉食吗？嗯，肉食。我看你在肉食那边啊，问要不要引进肉食。我在躲着啊。哦，你是在躲？我以为你在等我们。没有啦。哇，太小只了啦，秀秀！什么？你干嘛？太小不关我的事啊，他营养不良。哇塞！他吃，所以有脏器哦，小心哦。弄掉了。哎、嗯、呦！被撞死了。秀秀。哟。能听到？什么？他不知道走了。我们。看，不听人讲话哎。哎呀！撞吧，撞吧，撞吧。应该可以吧？哎呦喂！秀秀可以抓了。他抓不起来。你教我可以抓的，你教我的。我没有，那是误会。有，你有教过我。那是误会。我觉得很可爱，我就没有把它抓起来。但我知道它不能抓，它是宝玉雷。它是宝玉雷。啊！宝玉雷还打它？我觉得很合理。我又不知道它打的啊。啊！三老鼠。我们回月城要被查水表了，等一下。他好小。那南极跟他谁比较大？我听不懂你的问题的比较性在哪。我只是比较大小而已，你是想讲什么？他们有什么可以比的吗？很各种啊，眼睛啊，鼻孔啊，下巴啊，哦、oh ，各方面都赢南极，对不对？这我不知道。哦、你又杀了，他是睡着了。哎、欸，靠啊！拿起爆炸！怎么样？嗯？青怒，怎么样？哦，你说我刚刚讲话吗？对啊。我说拿青怒拿那么久，打到人灌出去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看到龙就射而已。然后射不到又怪队友，你怎么打我前面呢、啊？怎么打你身上了啦？射的不错。哎，我今打太极，最会打太极的。蓝鸟满了。那这样多久啊？打太极。那可以继续打五子的啦。好啊。好啊，还有一场。哦，好啊，那把它打掉。啊。看到一半睡着了，没事，我以前也会，开台开到一半睡着了。开台开到一半睡着是怎么办到？很累哈。
阿北会说了。把那个电扇关掉。什么阿北？嗯，蒸汽机阿北在挥手。哦。哎，什么？哇，无痕模式没有办法让手那个啊，对，对不起，对不起。solo 无痕模式没有办法手把压着跳出去，阿兔然后跳出去。哎呀，烂烂。懒嗯，换个任务哈。天之龙人跳去第三个体。好，我家猫真的是很爱趴在我的电脑桌，我的椅子轮子附近，哇，嘎到他了，你嘎啊，臭咪啊！你有搞过他吗？有啊，尾巴。不是，我在想说搞过他也不对，要说拧过他，有搞过他，尬过，而且我地板又那么滑。解了，哦，天之龙门票券十张哦，一张，你是说还任务的哦？爆炸的哦。你是喜欢骗人啊？我哪有？你为什么不洗澡？你有洗澡啊？嗯，香的好吗？不敢闻好吗？不敢闻。秀秀爱说谎。我没有，龙可以做。嗯，我觉得青牛太远，是不是也打不到魔物啊？对啊。啊，你这白目。哦，所以刚刚是因为太远，所以才没打。我刚刚就在想，我刚刚就在算你那个距离怎么说？你说射不到。好的，找到答案了。很白目。不是白目，废物。哎，白目废物。哎，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不是说你。啊，干咩？秀秀，快点，我要吹笛子了，每次都在等你。好，我来了。为什么你们在上面？快点！我刚龙要飞走了。哎、欸，我一直大赢吗？秀秀，走错路了。秀，不用跑的了。我按那个从任务中归来。好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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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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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壮，壮。
Oh man！ 又 man！ 弄表 man！ 有没有看过贯通弹炮枪的？有啊，有啊，你啊！现在让你看一看。你没看过秀炮枪吗？我已经看了，不是很常看吗？对啊，所以她是名为奇迹的女人，什么事都会攀在身上。什么？哪有？那没有。有啊，讲话啊。没有。你摸着你的奶想。讲出这种话，不害羞的呢？就这样，我就没奶。我有。哎呀，屁股好大、哦！你好意思说人家哦？不是，他把我撞倒了。你可以撞回去啊。撞不赢啊。你一定可以。睡着了。看那个瘤，完了，我两颗侧脚在。没事没事没事。Nice。我看到秀又射空两发。没有吧？哪没有啊？飞到天花板去，我会没有。哦、oh, ，那个时候，我想说他，你说他倒下来的那个之后。你为什么爱说谎？做错事就要承认，不要怕。我没有做错事。哎、欸，好猛哦、喔！哪的？我抓到它翅膀之间破掉的那个洞，然后没有飞上去，没有飞上去，可以这样算的。不是，就是穿过去没飞上去啊。他这个判定有这么机车？面具破啦！我抓！又跑到下面去了，冲啊！我就不子弹。他叫到什么时候？叫到你来，叫秀秀出现了。我来了。骗人。来了。骗。
撞。被吹。哎、欸、我下去，我下去。差点又被这胖子挤走。拜了拜了。哦，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请问你穿转身衣不是为了要撞他，而是要自己跑，是不是？不然他弄我。可以为团队有贡献吗？而且你讲的同时，我也在穿，我想说你在呛我是不是。是。我要撞他的啦！我看到他穿的转身衣已经穿好很久了，然后慢慢靠近我，还没射不上去。咪咪啊！屌！他那个屌！我站了一下下，马上回来。哦，对。哎、欸，狗。
好了，一等的接，一等的站离了，废物，干嘛他？我以为实在舒服，是说你啊？哦，你是等级最低的、欸，是什么？等级等二五五二四。猎人币成员清单要接什么？不然你等级最低啊。三星难度，然后奖励越多越好。我们要四个人哦。三星。哎，三危险度三。古龙啊，跟喝个，那谁都喝。监视灭尽哦，可以啊。日历结两次，几个奖励几个人啊？有派两个人，四个人，四个奖励，四个紫色的框框，危险度三。啊，有一个是一次力竭，这也可以吗？可以啊，不要死就好啊。有那么难吗？有。他是受到惊吓吗？那真的没有。他觉得是不是没有活人了？钢龙也是吗？古代树森林的钢龙就删掉吧。龙结晶的哦。你还没接任务？啊，我还在勾他、啊。哦。我想说一次勾完，我就不用。不用一次勾啊。勾引的勾。哦。好的。要对他说好话。摸摸他。的头。承接。哦，我现在手不能伸直，哎，好痛哦！你是重训太多是不是？也不算重训吧，就只是，哎、欸，哎、欸，可是这只有。好像就是筋拉不直而已。好了，叭叭叭叭叭，哎，靠不了，请自己带打小果实哦。爸爸爸爸爸不是打消啊，是什么肉干呢、啊？被他的刺弄到重脏器也是合情合理的啦。哦，对呢，应该这样叫你才对。好高、哦，傻眼呢，高高是，嗯，江江没吃到餐券哦。对啊，因为刚我还没结算回来，
哦好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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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哇！四人同行，一人被排挤。谁呀、啊？我被排挤呀、啊，我没被丢包哎、欸。哦。还是说他在下面营地？这是小小的计划，不是不干我的事。我没有。我是那种人吗？也是很害怕。当时我觉得很害怕。他偷偷把我们两个人挖来。这个隐秘的地方，哦，你说他的群主，对不对？我问他，剪下主机，还可以再撞一次哦。我没石头了，我撞完了。哇！哎哎哎哎！啊，没事没事。一人一边，戳他，戳他，戳下去。我吧，他有谁？我又输啦！没有啊，你在上面啊，欸、我白痴了，要秀秀了啦。什么什么？我不用什么了？你还有误会了 ，HTT。我难过、哦，我瞧，啊，好远，砸掉啊！这是不小心的。啊，行行啊，烂猫。哎呀！哦。好了，等一下，还有下一跳。对啦。哦，第二次，好同步，好爽哦！怎么又是我？不爽，有我软成功了，没事。哦，
多班级下来，对不对？嗯。累。累。火雨在一处哦，好哦，行喽，不行喽。啊，钢铁尾巴哎、欸，真的钢铁尾巴哎、欸，都不断哎、欸，超硬哎、欸，我两个从头到尾都他尾巴哎、欸，软呐、啊，哦，哦，很嗨呢。四十百六，戳，戳，又拉石头，啊嘣，没了，什么东西呀、啊？我什么东西？你说你的伤害吗？对呀、啊，你就知道了吧。贴出来大三笑笑就秀八百不不不八千四八千四风飘龙的尸体不用自由那个啊哦哦哦它会掉下来然后残爪我把它叼走上面是三五台、欸、好多可以踢的棒哦哎、欸、不见了霸凌呢？我喜欢踢他们，很好玩。他平时都被踢啊，他想压抑一下。那我被……可恶，他走了。我可以再踢到一下。好可怜哦。没有断尾，他尾巴真的很硬、欸、你拿锤子说硬什么、啊？不是啊，就是很硬。八千四了，不要吵。八千四。我想说，你刚刚讲说什么东西呀、啊？我就知道你应该是在讲输出了。烦的、欸，我明明就很努力的在打他的。凄凄惨惨戚戚。嘻嘻。嘻嘻。是不是没有双圈才导致伤害很低？什么是双圈？哦，他说秀秀的轻弩吧，没有挡在正确的正常范围内。那也是上一场的事情了、欸，没事啦，他就是低能嘛，他以为拿轻弩可以很远很远打、
我以为你们就是可以射远远的。白痴哦、喔！还有从营地往外射就好了、啊。还有最远最适射程 ，OK？ 嗯。好嘞，这个可以吃两只。没事没事，还好。我们这边有人听得懂。哎、欸。秀秀的这套装备只有打八千的，这个感觉是。怎么变成古代数了？宝贝哪里？十一吧。哎、欸，不对哦，我已经按了。哦，没事没事，没有关系，没关系。那我飞一号看看，那我们就分散好了。那我飞八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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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说你轻弩装心眼啊？你有心眼吗？有啊、哦。心眼有送，之前有送啊。有送啊，送两次不是吗？有没有？米米啊？有吗？这有人没有啊？可怜，我活动没拿到，都不上线呢、啊。谁？忘记了，记得我们好像很熟的人。出现啦！一号营地啊！出现啦！一号啊！为什么？我们被丢包啊！就只有你。我们退出群组了。嗯，动身那个阿塔才三人同行，必有一人被排挤。哎、欸，去对，好远。我先铲石头哦。我有捡到哎、欸，好，你先铲，你先铲。好，我铲他的。好，铲爪龙。他刚是不是绕了两圈啊？我在上面看不清楚。看不到头，你们好远哦！我可以这么远，还可以动一次。好，转走了。哎、欸，大熊彩龙不在那啦！打架！给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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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要飞几次？对，你不要再飞，我不会飞呀、啊。你会啊？你不是飞高高？哇，断了！嗯、欸，大剑的威力啊！我每一下都是一千啊。好恶哦、喔！哇，我每次上去也都两千啊。可以啊。没有你就是总计两千啊啊！我是一下是两一下是一千啊，就是那个单发的那个重击伤害不同。不管，不管的，压死了啦！我被他压砸了，我晕了。他好像看你耶，哦不是他看我，他看我。笑啊！哎、欸，叫！再会啦，尾巴他钻不出去。挖空才刚穿呢，好吧？亏，跑来跑去浪费时间，又不想先拖。哼哼，来踢麻痹蛙，麻痹蛙，经典生物，哇，好了，哎、欸，可以撞哎、欸，先撞，来踢麻痹蛙，秀秀有想法，
他走进、啊、我被麻痹王骂下来了。我没有想法。撞他！我们是他头撞到撞他的。撞！不要再拍了！撞了！不，你刚刚是武器，你根本没有撞。你刚是软化吧？对，他刚是武器攻击。傻眼！我一直想着我是青年。哇！哇！我刚在上面转身一转，清明，我要死了。我觉得秀秀没有想救人的意思，有人喊说要死了。你还在蓄力，你在那边真蓄力，你说你有去哪里还笑？我哥江江不在下面吗？还在这里蓄力？这两样太远了哦。太远了。你可以撒粉尘。撒了。太远了。被拖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坡啊！我这个用力的滑，哇！中三只啊！薛海，干啥啦？我薛干，你的干？不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在他身上要死掉了？救救我！哦，你在搓。哦，你在洗啊！我帮你。在哪里？真的超远。怎么会选位置打哦？敲啊，敲！干完了，我的伤害定有点高。你说没有谁高？刚刚高。我看一下啊，对。哒啦哒啦啦啦。可壮。可壮，我把全部嘟进我的那根里面了，这样可以吧？我下去了，我也下来了，跳啊！去哪失手啊？没看到。走左边就好。好远！哎，干什么东西？Ow. 欸，他是要转几次？怎么了？
就怎么了？就哦，我等他压。他怎么没有出去？哎、欸，不要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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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了，我有。哎，对不起。骷髅头，骷髅头，肉，肉在拔尖锐石。哎，没用，尖锐石啊，没有用，尖锐石完全无动于衷，死啦！他可以，可以抓是不是？你又想抓是不是？再撞一下。哎、欸！起飞！我好不容易爬上来，又把我打下去。好，休息完，云南秘境龙宝玉，秘境龙宝玉，好飞！哎，秀秀。嗨，你的伤害比刚刚少了100，真假的？8399变700了，是不是？8399，1%，0.01%。刚到家，你是上班哦？啊！弹弹珠，流水，补习哇！补到11点哦！哇，秀秀，你看人家那么认真，你看你。不是啊，补习可以补到10点，回到家可能1个小时的车程啊。我以前有这样过啊。我说你看你啊，我怎样？我很好啊，很好，很好。对，我很好啊，我很好啊，很好啊。怎么扩大、啊？对。没有目击中的人物。秀秀，我等一下，好的，承接。調子はいかがですか？要查。完了。三次力竭，这样出现骷髅头了。你捕获了三次力竭，怎么又变一个任务？荡气之谷。哎、欸，他快打完了，他还有2次。哎呦！
大型魔物。噔噔噔！你看，如果你刚喝有喝鬼人药的话，你的伤害可能又多了100。我有喝啊！啊，怪力种子嘞，吃了啊！啊，你有没有持续吃？吃一次就没吃了吧？对，对啊，出大事了！怎么了？我被他凶了，凶了！你说秀秀凶你哦、喔？对啊。哎呦，月光吸！哎呦，月光吸是不是？好，王子准备好了。什么是月光吸？这个不好跟你理讲哎、欸。哦，抓到了。我也想抓。去找啊。他在哪里？找啊。他要用找的、哦。也就是一个地方会生它而已。你们在哪里？不想理你了，等下输出第一。这里吗？你听你在干嘛？那我要。对对。我不知道你，算了。好了，没事拿，没事拿剃刀，可是是摆这个动作超怪的。为什么我觉得我的早冲？你怎么还没到啊？我跟着导虫走，然后去了上面。他在吃草龙家。哎、欸，没挡到，气死！呀、yeah, ，我这个大回旋。哦、oh. ，The hell。我的妈妈咪呀！红刃啦，各位！快死啦，各位！晕了。哎、欸，哇！我的洛斯扎头全面不见了。No！ 喂，为什么我每次很难闪过他叫、欸？哎，不是说用滚的方法？哦。
进切不到飞出来的毛。白痴哦、喔，我带到神楼了啦！啊，我在地上摆神楼，我想说奇怪，现在星辰肉干是不是可以放拿十个？我还没有怀疑耶。看，这样我丢回家球员是合情合理的吧？干，真的哎、欸，他就很像哦。星辰肉干跟生肉更小吧？对呀、啊，它们颜色是一样的啦。早跟你说，那不是我认题，游戏设计太烂。美术总监该出来负责吧？你说太多东西长一样，可是人家颜色名就不一样。哦，这很弱吗？我知道啊。这就是个案啦、啊、不是个案啦、啊、射落的人那么多。各个案我不信啊。啊对齁、哦、他是怕龙属性的哦，应该拿你那一把的。哒哒哒哒这怪力种子，完又要输给秀秀了。你的第二，啦啦啦啦啦，哎呀，你怎么生气的？啊啊哦哦哦哦哦！笑、哦！哇！傻啦傻啦傻啦！我飘，我飘，我没有粉尘了。我飘，飘，啊！哎，要拔到什么时候？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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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各位，岛内，啊！哎呦！哎哎哎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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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要倒了！小小的姐，他把我推到你们圈里呀、啊！血哎 goodbye 呀哎太神啦，就是可以撞这句话只要你心里有数就好了，有没有一讲出来立 flag 啊，一讲出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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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屁咧，他回头哦。好，我啥？各位小心！我蹲着啥？这字怎么有点凶残？他有点过动。弟弟，没事，我没事。可以撞，
没有，他刚刚只是想回家，不要骗人，你不要想骗人，你不要想骗人，我不会再信了。难怪可以撞了，在十六秒。你怎么知道、啊？他那个愤怒值啊。哦，激怒哦。不用了啦，他撞不了了。为什么哦？快死了啊！救救你伤害越来越低了。不要不要！六千九啊！我想说可以撞一下，你们拼命打他是怎样？是要拿来打的啊！怪我了，怪我喽！本夜叉的歌。我刚刚有杀粉呢，没关系。哦，他说他伤害低，是用帮我们杀粉。哦，懂了。我刚撒了四次粉哦。我应该撒了快六次吧，哦、我还有做两次。等下出去看谁的铸太刀多啊。嗯，那就反正我没有用到六次，就发现不是，是什么飞翔爪达人。哒哒哒哒哒。打钢脚，有爱达人，铸太刀，六次，六次哎，哇，九次，那你可以看一下第三个吗？我跳掉，我没看到。等下十六次啊 ，guys， 十六次啊，没可以、欸。我们四个人都是铸太刀哎，怎么发现？对啊。奇怪了，五次的也上铸太刀是怎样？没有其他可以用。还有方法嘛？大家公平啊！给我投射物也好啊，我最喜欢看投射物次数了。我要换道具，生肉，气死我！我换一下武器外观。白痴哦，星辰肉干在第一页哦。有人的植物是不是要烧啦？注意一下哦。对，上一回合就按完了。密度。我怎么走那么快？你可以撒肥料啊。我有撒。然后铸太刀吗？耶、yeah, ，餐券达人，那你铸太刀加一，好像没有很赚。嗯，哒哒，完了完了，进入愤怒了，龙吼了，完，装备，两智力点。ようこそ。古代树，你可以不要一直切换切换吗？这样搞得我很累。哦。想说为什么你的瘴气之骨会有多两个营地？我都这样切来切去的啊，这样才不会看同一个场景看到你啊。我都这样，可是我还是想睡觉。嗯。打完这场也差不多了，快十二点了。对啊。
哇哦！他主动攻击吧，大炮仔。他这是在哪里？我十一号，往十一号走。OK。修在干嘛？喝药。我边走边喝哦。我走了。屁啦！我只是没按跑而已。哦，不会边跑边喝哦。我想说这边那么窄还可以没有的吗？对啊，可恶嘞！哇，没切到！爽没？还没。大。哎，跑了。可以对。突发。跑太远了。真的是突发、欸，哎，有够远。菲利果实，右手，我被挑起来了，大锤。对不起！我在鬼轮乱舞的时候飞起来，我没需要力，两手，两双手举举。抓够没？够了，我没有掉入。好了，我掉入了。我不会再放生肉在地上了。我看他定住了。笑笑在原地走路。我觉得断了。好，趁机磨刀。趁机磨刀。离开机会起义。烦呐、啊！宿舍烂我。你怎么在宿舍？你不是回家了？我这两天要把东西搬回家。Oh. 好笑，他一直盯着我，好可怕！回家。他在看你，他摇头。对啊，对啊，你看。看
真的、欸，哇，真的、欸，很轻松哎，这一、喔、这一番赏在哪买的？在哪抽的？啊，确实是要不要走？他你要不要走啊？我连软化都不行啊！嘿嘿，好了，嘿嘿，他这个他软下来，好好笑。我还掉不了东西了，我去拿石头。哇，转头了。哎、欸，怎么不中？哎呦，我刚以为他会中那个空掉。糟了，秀秀伤害第一名了。为什么？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因为只差你。哦。谁会拿第一个？这我也还比。哎呀！我妈！哎，你小心！我！再杀！再杀！啊、哎呀，杀一杀，我中枪了！群聚感染呐、啊！群聚感染啊！大原则有点恐怖啊！透过鸡排感染。好饿哦！我睡觉就不饿了。哎、欸，如果你真的很饿，你会吃饱才睡，还是就直接睡了？就直接睡了。我看到你空被我打，是不是？对啊。哎、欸，我在用回旋也会被断哦。应该是你还没回旋的时候，我就先打到你了。喂，金狮子，完了，又断了。哇，你也断了。啊，所以是我跟江江。对啊。你的问题啊，你先断的哎、欸，群聚感染，群聚感染这样子吗？嗯，网络也是透过5G 啊。好远哦、喔！我要搭小黄，真的是黄色的红公车。就在隔壁。哎、欸，屁嘞！他没睡哎、欸。啊！哇，我也断了。我也断了。拿着。指定断了吧。群聚感染啊！哇，我还被晕，哎呦，他没事。
网络卡了一下，我死了。就你抓起来了没？还没。我都抓到了，你还没抓？我还有35%呢。35%呢？我刚刚在抓。没事啊，我刚刚三个人打四人血量呢。我刚刚在抓甲虫。那我打死他了。欸，我刚还没抓上去他就醒了，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弄醒的。哦，打完了。我也说，我怀疑是我家的猫抓上去的，它是掠夺刀。抓抓抓抓抓！好的。嗯。不要上线！不是，有人突然上线，我在滚尿。哒哒哒哒，好废啊！这场好废啊！很烦。怎么样？啊，我啊，他还没打完。哦。你们都打完了，我死了，打完了，哎呀，我看到了，我躺出来了，拜拜，拜拜，拜拜，4%欸，不错不错，两个大钢脚，两个后龙鳞，哇，你死亡画面是跪在他面前欸，对啊。起不来欸，不能做事欸。请问可以知道这套太刀的配装吗？这一套哦，红龙中归来，叫什么黄黑？叫什么？啊？什么叫什么？你配给我的啊，太刀，我看一下哦。黄黑。加，我看一下，几多东西？我来看呢。啊，铁腕啦，对啦。这样。而是你是说外观？外观装备，技能哦，要看技能。装备，
啊，就这样。好啦，那今晚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收看。明天是麦块，所以我们明天见啦。感谢今晚收看咯，各位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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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